五包啦，要蒸，无啦要烘无。我讲我袂较少好啊，买两包就好。两包免500，一公斤袂死啊，500-400。来300，300块来，一人300，300块。这虾爬真的很大块又漂亮诶，300块牛筋，绝对行看卖。两包好玩的，200块来，三个客人吃就好了，不用虾爬。200块，刚才一包两两两包，我们两包免200块给你扣了哦。好，谢谢，来300一道来，来石墨一度不用500了，来300块来，要不要虾爬？要不要虾爬？你进来。大哥甲伊讲要下班，你都袂听到。来，无饲的鱼多，一条进袂百，两条鱼啊，伊三条袂300，俾你300了300嘛，一条再请你免500，来300块来，大哥听几分？来，今日要食鱼多的300块，我们这大哥每次来都买3份5份了。来300块，这无饲啊，来300多来300，大哥你要装一起就好了吗？都各位得了啊。很贵啦，这很贵啦，来鱼多给我来，300块，300块来，石墨鱼肚，一袋全部80块啊，来300块来，两贵份啊，美女们，啊，搁有一个差不多几条，来鱼多来，直接来，来300块得，300块石墨鱼肚，来，啊，搁有三百块条，紧嘞，嘿，搁要几条喏？这无可能一袋出门80块，这无饲的呢。无刺是目鱼肚。来300块，这无饲的袂猛进呢。来300，最后一个人给鱼肚拢准备了哈，四片。来300块够了喽，帅哥你一份够哦，每个人够买两份。你在市场卖不可能凶呢。来好，阿哥要吃蒜鱼，你要吃啥？三斤两条掉。哦，要吃鱼掉好。自己腌。来鳕鱼厚的，来喜欢吃鳕鱼的不用买1800了，来500块三个人给买的，三个客人买来鳕鱼，来500块来，我要三位了，来500块算你弄完哦，我你刚好需要买你咯，一卡多少？买个我买落啊，一卡多少15块，拢给你啊，阿干我挂你，来阿哥要吃鱼饺来，鱼饺对猪汤猪灰壳。煮面就好吃，免500，免400，安怎讲你无提三口好多啊？无等于要安尼分互人，那落会得，落啊干落会得。来，有要食鱼饺的200块啊，200块来，鱼饺煮汤上好吃，煮火锅上拜赞。来，三位客人吃掉了，鱼饺200块来了，你吃欢喜来，来200块，来不用买5个，不用买4个，三个客人超多的哦，来200块来，超好吃的鱼饺。来200块来，一家买200块，要求妈大盘，好啦，免500，300，来200块了，200块来，三个客人吃奶鱼饺，来最后两位了，一家200块，过来要吃鱼饺吗？来200块，来最后一位了，鱼饺200块，200块，真正好吃，你别觉得怎样，来200弄完哈，来肉起来来，啊恁各位要吃啥？冰卷哦，来肉鱼啊卖买500，肉鱼啊开200块，最后一箱啊，应该是五个人就买会到呢。来6、7、8给你，来9、10给你，200块得。上面吃肉起来，拢开好啊，等于切冰就当煎啦。切人买一半等于煎，18卖你200，85卖来100好，100块来，大家拢搞买等于煎，100块完得，100块来肉鱼啊，买100好，今仔日买200，今仔日买100块得，100块给你大家买会到来，肉鱼啊100好，100块来。哎呀，肉现在300几单，无咧卖100啊！赶紧，阿叔没有还来，100块，肉鱼啊100块，我恁先拢送，来100，进来，拢过来，来100块，进来，100块来，肉鱼啊，100，哦，来，10块10块的肉现在，自家跳咧海里跳都无阿叔，进来，100块尔，100块，你跳咧就有鸟味啊！来肉鱼一百个，什么买着？100块拢装买了嘞，100块肉鱼拢装有啊，肉翅啦，100块，大阿弟搁买一个，啊落做伙得好不好？来100块，准备落一个呀，上车啦，爸爸上车，站较好个，你暗时啊不得要，你做不好嘞，做不好嘞，好贪钱，来100块，哎，老姐新年快乐，来哦，小姐你好，姐姐来，来冰姐来。还是直接冰卷不用煮了，直接解冻切切，超好吃的，一人一份来500块，变人给咱大只的哈，3只4只，人公斤的500块要袂开，有要吃的去等于切切来300块，300块来冰卷，来这边来冰卷300块，这是大只的冰卷哦，真的好吃。
哦，切切来直接温沙拉得了，免煮啊，免煮啊。来冰卷300块，各有三杯加冰卷，那给沙发好啊，300块公公的哦，冰更沙发好的冰更弄公的哇。哦，来，好，釜山鳗，要吃釜山鳗爱讲的哈。哦，来，还要吃蚵仔200，后来应该是四个人在买，六两无啊。来200块来，这蚵仔你个冰的不要紧啊，冰着没有吃没有关系，它不会坏掉。来200块蚵仔。200块最后两位了，额外200块，不是三包，四包哦，都睡多少年？来200块两，最后三位了，通通买到额外了吗？200块来，什么人把盘子干掉啊？你见没有？来好，还要吃卡拉鸡腿堡来。哎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可以跟我讲。这是原味的，不会啦哦，等于只有烤鸭，是未香了。来一包11，多不嘞？卡拉鸡腿堡，来一人一包，1.4公斤哦，非常大包。这个叔叔也在卖啦，一袋啊在单卖45块，内底10袋多四啊5块，还要再开300块完了，一人一包来卡拉鸡腿堡，超好吃的气炸锅用真的用酒咖的，哎，三百多一支哦，卡拉鸡腿堡足贵嘞。这10支呢，不是5支呢，里面是10支呢。进两三四个人给咯，这样买一包鱼啊，我特价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阿拉鸡腿堡，小朋友爱讲，爱去吃，你敢买一包，这边青菜可用有很多吃，200块两，而且不会辣。来200块，弄完阿拉鸡腿堡，端完鸡腿堡吃了哦。大哥是三包买，敢会伤济？敢唔敢？我三顿拢吃这个。来，好啦，阿妈好啦，好啦，阿妈好啦，好啦。来，我未讲完呢，讲完我来。来，阿妈先画画来，要吃讲完，唔好离开啊！我哋阿妈做，我哋讲完做起来。来，我交俾我。来，好，阿要吃讲完，免200啊，来700块啊，好。我们家讲完，你如果没有买到，你会后悔。超好吃的讲完。有给我。700块来，我要给俾你讲完。100块，哎呦，今仔日无咧卖100呀，有那个发100呀，拢准备了。我家的三十，我咧试吃好不？我咧讲话，我无咧用试吃，毕竟这段一年嘅开始，我咧试看卖，我咧讲话就话，我吃干山咧盐菜，这样开50块，50块来，50块来，爱卖十个人嘅，较袂有本钱，我讲百人嘅吃来50块得，50块来，不用买10个了，8个客人买就好了，来50块来，我咧一个脚半斤以上啊，来50块来。公斤呢，我买了5只后抓来，我就花1800啊！哎，来50块，不要紧，让大家试试看。我们这锅碗真的很厉害了。虽然我卖50块，没有你，你开始偷啦，但是你吃的，你就绝对主动登来找我买啦。锅碗50弄了呢，8个客人来个8碗来，来好，阿哥过来要吃，哎，寿喜烧什么吃？那小姐无来，你给寿喜烧这最后2包呢，我无留呢。来这样1包300，来这有5包。来这我包用我烧，用咧白饭，来当这猪肉冻饭啊，做好食，囡仔食到怀家。这人一包鱼啊，我得啦，无啦，剩2包了啦。来200块来啦，一人一包啦，猪肉寿喜烧，200块来，这真正好食诶，这无贵啊。大你，我做人咧无啊啦。来，阿要食鱼叶干咧啦，这是什么鱼叶干？你知道？日本北海道花鲫鱼，北海道的花鲫鱼，做好食啊，这你如果来点一只两鱼啊，我。来，我们起来用汤嘞，用真的用气炸锅，两只汤开了5把。还要咸猪肉。这烧料有咧卖啦，这餐厅嘛有咧卖啦，一只3000啦，很好啊，一只370块，三只我2000，也是我免卖你遐贵，我卖你作秀作秀，甚至了钱，我你亲戚，今日买3500呗。来300，花鲫鱼来，日本花鲫鱼，这你无买着，你会后悔。你得来走去日本吃，日本都无一定吃着这个价钱。来。没办法，300块啊！日本花鲫鱼来，北海道一样哦。来300块，比我阿姨也干得好价。来300块，大家有没有买过？这个要买，这个要买，这个真的要买。这里等你哦，你餐厅价钱价几倍呢？300块，我不卖。来三八，这不一样。这300有点撩钱啊！来新年乖了，这叫做啥名？是我包，来300块来，日本北海道的花鲫鱼，300块，来叫姐妹，300块来，日本花鲫鱼，可别安内哦，要收啊，迄四块1000块都买袂开啊，来五块五零，四块无听啊，来进两三四，来五个人去吃，300块得，五个人来，日本花鲫鱼来，这等于你用真的一只虾，真得啊，你感觉不够咸吃，你三毛就得，你是应该是买三万只虾呀。
来300块来，阿你无啊？你吃三下就去。他们开工第一天。来，五六箱来。我就教他把，来，让他选猪肉不能卖，让他选猪肉不能卖。来，300块日本团去，没有了，最后两个了，还能卖。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哥讲鲑鱼尾啊，鲑鱼尾就先拿过来，别来。您对有鲑。